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金龙。今天啊，不远万里啊，来到了咱们的这个湖北的啊，监利这个龙虾节，过来这个参加活动啊，我们一起去转一下啊。昨天晚上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这个吃了一下这边小龙虾，它这边小龙虾正宗，而且说价格也便宜啊。现在这边我们进大柜的话还得扫码啊，一共是两道航线啊，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它这边这个龙虾个头非常大，跟我手差不多大，还有黄鳝。看一下这个甲鱼大不大？我们这个快点。全国的腰子大米，腰子大米。你像打个比方，你看我们就是原装的泰国进口大米，泰国茉莉香米，80头原装进口的。对，茉莉香米。泰国的大米，原装进口，90%80头的条码，进口的条码，这个里面这是有米样的。来，给个特写，什么特写的？你像这种大米的话，它和咱们平时咱们这边大米有什么样的区别？很大，第一，它的地非常细长纤细，均匀之后没有什么浮白，然后呢，它的口感还有微甜清香。再生豆，一个是龙虾，一个是炸鸡，就是非常好。举行的这个仪式就是咱们这个稻米还有龙虾的一个，不仅有我们诸位领导为我们解读建立的虾稻产业，还邀请到了业内的各位专家，将为我们分享我们的市场前景和未来的情况，而且还邀请到了许多网红大咖，还有我们的带货能手，今天啊，你要在舞台上各显身手。掌声送给他们，感谢他们的付出，掌声响起。